生无小事，今日多关注。安心保心茶提醒你收睇今日看点。有广州街坊报料话，番禺有个墓园出台咗个规定，就话唔俾领啲骨灰盅出嚟拜祭，咁样会唔会有啲不近人情啊？墓园方又系点样回应嘅呢？深圳福田有台小车飞住咁样铲上咗人行道，有人被压咗喺车底下，路人纷纷帮手抬车救人，肇事司机涉嫌酒驾被当场控制。在广州荔湾区一个地下商场，新老物业因为交接问题就发生冲突，居然有人用灭火器对住人哋喷射干粉，仲要爆发咗肢体冲突，咁啊最终啊点收科啊？广州芳村花鸟鱼虫新世界火烛已经过咗去两日啦，部分店铺恢复供电，市场方仲俾出咗一套免租方案，就话会同店主共同渡过难关，方案内容系点样嘅呢？民生无小事，今日多关注，欢迎各位关注我哋。今晚喺演播室陪住你嘅有尹曾曾同威元熙，多谢大家，马上去片。近期咧，仲有唔少市民咧係錯峰拜祭嘅。咁而家好多墓園咧都係提出文明拜祭，即係用鮮花同埋水果嚟拜祭先人。嗱，呢啲大家都能夠理解。不過咧，最近番禺有一個墓園咧就出台咗個規定，就話唔俾領取啲骨灰盅出嚟拜祭，咁就引起咗唔少市民嘅怒躁啦。咁又係啊，因為咧會唔會覺得有啲不近人情呢？啊，唔知墓園方面又有啲乜嘢回應呢？一齊嚟睇下。广州番禺的杨先生为了避开清明拜祭的高峰，所以选择昨日去怡丰园祭祖，但是怎知道墓园里面提出了一项新规定，就是倡导不领取骨灰盅出来拜祭。往年吧，就还没试过说不让我们拿那些骨灰盒上来下来那个下面祭拜，以前都是可以拿的，就可能说他们的墓园可能是不想请太多人去看着还是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杨先生感觉非常不合理，毕竟从骨灰存放区领取骨灰移至广场拜祭区祭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50米。一定要说你们就拿个照片下去吧，就一定不能拿了那个骨灰盒。那这样子没有意思的，还不如直接在网上是吧，找个电脑祭拜一下就好了。今日朝早记者来到广州番禺怡丰园，见到每一间骨灰存放室外边都有显眼的提示，写着骨灰盒不能取出祭拜。有前来祭拜的市民就说，这些标语前几年就已经被贴了出来，但之前并没有严格执行。先人的骨灰不允许拿出来，个人认为啊，这个是还是有点那个不近人情吧，因为毕竟这个是我的先人是吧，我先人的骨灰其实拿出来对于这个过程它又不会影响到别人，我们还好就是有上片，但是很多人是没有上片，然后他没有上片的情况下就等于他来拜祭，就不知道拜啥。但是也有市民表示理解墓园的规定，因为墓园里面存放的骨灰盒比较多，统一规范之后方便管理，没所谓啦，在这里住得舒服，等等放进来有什么事情打烂怎么办啊，有的很高了不是很低的吗啊。记者向怡丰园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园区从2019年就开始实行清明节当月不取出骨灰盅祭拜的规定，而番禺区民政局亦都表示，由于部分殡葬服务机构骨灰寄存场地狭窄，采取多层放置的方式，而且清明祭扫期间人流量较大，容易发生意外事件，因此建议不动骨灰祭拜。有利于人流的一个疏导，
然后其次呢，因为取出骨灰盅以前是发生过很多次放错骨灰盅，还有就是拿出骨灰盅的时候把它摔烂的情况出现，所以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民众就是不拿出骨灰盅出来拜祭。广东台记者颜迪报道。其实真系嘅，边个都唔想话睇到跌烂先人骨灰盅呢一种意外发生，但系我觉得合理安排同埋疏导祭拜人群，亦都喺呢个墓园嘅职责之一。你话惊意外发生，你干脆一禁了之，好似唔系咁适合吓。咁实在人太多嘅话，你可唔可以话就喺清明呢个月，你搞一个预约机制咧，即系每日就限定咁多人过嚟攞骨灰嚟拜祭，你预约唔到啊，唔好意思，错峰再嚟过啦。或者你又干脆选取唔攞骨灰出嚟嘅拜。拜祭方式再做好相关的解释工作会不会更好一点呢？仲有一点，如果这个墓园的这个存放区真的这么隔涉的话，你麻烦你一开始你就做好这个安民告示，即是等人家知道哦，先人的骨灰放在这里是有可能是不允许拿出来拜祭的，那你看看人家还接不接受得到咯。昨晚黑10:30左右，深圳市福田区燕南路段一台小车飞住咁样铲上人行道，撞到路人同埋建筑物之后咧，先至停低嘅。肇事司机是唔酒驾，咁究竟当时嘅情况系点样咧？有冇造成人员伤亡咧？记者去了解过嘅。视频之中，一部银白色的汽车撞上人行道，有人被砸住喺车底下，唔少路人纷纷过嚟帮手抬车救人。目击者介绍话，事故系发生喺琴晚10:30左右，地点系深圳市福田区燕南路同深南中路交汇处。肇事车辆从机动车道冲咗上人行道，两位老人躲避唔切被撞到。那人好像是在这等候红绿灯或者过红绿灯，一车。你看这条柱子。我来的时候就剩一个人躺在那里，流着血，额头。躺在哪里啊？斑马线上。严重吗？伤的那个人？也不是很严重，就额头这里流血。在骑单车。哦，人在那骑单车是吧？如果你等红灯，那十多亿，啪啦啪啦咣过来，你想想，幸亏没多少人那种。事故造成两人受伤，其中一人已经及时送院救治，另外一个人自行离开事故现场。记者今日朝早嚟到现场，依然可以见到昨日撞击的痕迹。据目击者介绍，当时呢小车就是从人行横道这个位置撞烂了2个石墩子之后，一直撞到了我左手边30米开外的一个地下商业设施的停车场电梯井里面。那么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电梯井的电梯呢已经被撞烂了，然后外面的这个玻璃也已经是碎裂，现场有这个工作人员在对这里进行一个围挡施工。那么可以看到，把镜头摇下来，当时这个小车甚至还撞到了这个商业街的地板的这个瓷砖这里，把这个瓷砖甚至也撞毁了。当地交警通报，肇事司机金某被当场控制，经现场初步检测涉嫌酒驾，目前事故正作进一步调查处理当中。广东台记者黎允哲深圳报道。接下来都是一宗交通事故的。昨天中午肇庆德庆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学生放学过紧斑马线的时候就被一台小车撞亲，并且就卷入了车底。学生的身体情况怎样呢？看看莫家豪的报道。视频显示，两个学生刚搭上斑马线没多久，一部红色的小车突然间将其中的一个人撞倒并卷了入车底。据了解，该事故发生在本月10号朝早11:43左右，位置是肇庆德庆苑新墟镇城北东路和三元路交界。小朋友就是过马路，不知道是怎样，有时间又碌上车头，车底之后就拖上有2米咁啦。我现在就在事发的现场，据了解当时正值中午放学的时间，可以看到目前现场无论是人和车都是比较多的。事故发生了之后，不少途经的市民亦都是马上出手相助。据介绍，肇事车停低之后，司机快点下车看看什么情况，但似乎手足无措。不少路过的市民马上来到涉事小车旁边看看，
在事发现场旁边开餐饮店的李叔就是其中一名伸出援手的市民。当时有人说车祸啊，咁样在入边出来都见个人瞓在车底嗰度噶啦，跟住我一直走出去跑出去，同埋嗰边嗰啲司机佬都路人都同佢去抬车。即系好多人有大人有学生都全部喺度沟起身，嗰部车可能会即系话抱嗰个小朋友出来，应该就系、是。视频可见，多位热心的市民夹手夹脚抬起车辆之后，成功将学生救出。而整个救援过程仅系用了大约一分钟。记者从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经医院检查，被撞学生手臂皮肤轻微擦伤，身体并无大碍。众志成城咯，为了救人就系咁咯，一齐出力，个个都众志成城嘅，个个都好合力嘅，沟起身都。是的，有学生又帮手，大人又帮手，个个都递出去帮手，都是很好的。交警部门表示，涉事司机由于操作不当，未做到及时礼让行人，导致事故发生，将依法对其进行处罚。有市民表示，希望可以在这里增设红绿灯，保障行人的安全。广东台记者莫家豪、肖兴报道。近日有网友发帖就话喺揭阳市揭东区北河村有一条好奇怪嘅村道，点奇怪呢？嗱，唔少村民骑住台电动单车经过嗰阵时，经常会跣低嘅，咩原因导致嘅咧？睇睇记者嘅走访啦。网友发布的监控视频显示，有五六部电单车在同一个位置跌低，其中一部电单车后面还搭载着乘客。车辆跌低之后，坐在后排的乘客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腰，二三十秒之后才勉强在地下站起身。而另外一名骑手跌低之后就动都动不到，好在有热心路人经过，将他在地下扶了起身。频繁导致电单车跌低的村道位于揭阳揭东区盘东街道北河村普安桥的桥头。今日记者现场见到，这条村道为混凝土材质，路面已经是有切割了防滑线。电单车跌低的位置是一个弯道，是通过普安桥的必经之路。由于水泥地面啊，经过车辆轮胎长期的摩擦，变得十分的光滑。行人或者车辆经过的时候啊，光滑的地面都可以反射出倒影。如此光滑的路面，如果是在下雨天，那是非常的危险。我们车子本身就是这样斜的，你平的都好，你不用这样内里外高，这边高一点，平一点，它那个拐弯的时候，它那个轮子就不会往外打滑嘛。记者从北河村委了解到，这条村道为旧路改造工程，去年9月完工通行。由于路面太过光滑，一旦遇到雨天，这里就容易打滑。发现这个摔倒之后呢，我们村委非常重视，马上就安排施工队对路面进行切割防滑。今日晏昼，北河村委再次要求施工方对该处的路面进行优化。晏昼四点几，施工人员在该路面切割防滑线几百条，完成了优化工作。边上再加一些减速带，然后也在那个路边安装一个提示牌，提示村民进出的时候，下雨天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广东台报道。之前我哋嘅节目多次报道，深圳龙华区安居房有质量问题，咁啊而家呢件事有咗新嘅进展啦。咁寻日啦，深圳龙华人才安居公司系发布咗一份补偿方案咧。咁方案就显示啊，除咗每一户补贴嘅现金超过18,000元之外，咁仲会有停车费、物管费等等嘅金额减免，一齐睇下。记者从深圳龙华区安居风景苑专项处置工作组了解到，经核查，楼盘主要质量问题有部分户型飘窗边、冷凝水管道、孔洞封堵不规范，外墙附着色脚手架、螺杆洞未封堵，外墙铝合金窗漏水，入户门材质与购房合同不符。
关于个性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因为每一家的问题都不一样啊，我们通过这个专班的建立了这个一户一档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问题清单，能够解答的，能够及时处理的，我们第一时间处理。短期内解答不了的，我们会上报专班，会制定专项的方案。为了弥补安居风景苑项目为业主造成的不便同损失，昨日深圳龙华人才安居公司向业主们公布了一份最终赔偿方案，一共有九项。除了每户现金补贴18,000元之外，不更换现有钢木复合门又或者是自行更换的，每户亦都会补贴现金2,000元。另外还有免收2年物业管理费，代付日常专项维修资金2年，免收小区停车费1年，房屋外窗、外墙、卫生间、屋面的防水保修期，在合同约定基础上延长5年等等的内容。本次的维修呢，所有的这个维修的这些费用呢，都由我司来承担，不会动用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本体维修基金。另外呢，我们也将增加一部分的投入啊，在我们小区的一些公共品质的提升方面，希望能够对业主的这个居住能有一个体验呢，有一个提升。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业主已经同意了赔偿方案，在今日上午来到了安居风景苑服务中心签署购房补充协议。我的其实就差不多整改了大部分了，因为我的房子问题没有像他们可能其他户型的那样，我的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所以我就来签了。反正至今我所遇到的态度是挺好的，反正其他人我不知道啊。维修进度方面，记者今日在现场看到安居风景苑仍然处于维修施工中，有部分楼层的外窗正在进行淋水试验。工作人员介绍，外窗需要在0.16兆帕水压下持续淋20分钟不渗漏，才算是过关。目前的话也已经有60%左右的这个外窗完成了这个淋水，并通过了淋水试验。包括螺杆洞、飘窗洞口的封堵啊等等这些几个专项的整改率也超过了80%。我们整个项目的这个动态问题的动态整改率已经达到了85%。广东台记者蒋宏业深圳报道。嗱，呢件事曝光之後啦，咁啊真係處理得亦都算及時。咁但係咁，你開發商咁嘅工程質量，哇！請問當初佢係點樣順利通過驗收竣工交付嘅咧嚇？嗱，我哋經常講咩咧？安居樂業啊，即係你住得安心，先至會有動力去創造價值噶嘛。咁而家睇翻你間屋住都有問題，喂，你覺得啲人才你又留唔留得住啊？今天江門蓬江的觀眾林先生向我們反映，就說自己在閒魚二手交易平台買的洗碗機，對方疑似就虛假發貨，即是錢就收了但不發貨，搞到他損失了5000多元。二手平台都表示說，喂，很難追得回這件事，這是一個很大的陷阱。具體情況記者黃海了解過的。江门市蓬江区街坊林先生话：今年2月21日，佢喺闲鱼平台上嘅一家宝龙批发商店用咗5,798元买咗原价7,300元以上嘅西门子新款洗碗机。由于该闲鱼店家嘅价格比市场价平咗1,500元左右，加上林先生之前在閒魚其他店铺购买家电的体验都不错，所以他想都没想那么多就果断落单了。之后系统显示2月23号发货，但货物一直都没有被揽收。到了3月4日，林先生说他并没有收到洗碗机，但系统就自动确认收货。期间商家多次表示将会尽快发货，但后来林先生要求退款的时候，对方就表示你可以去报警的，5,798元可以立案了。我说他是诈骗，然后呢就是闲鱼这方面我说他是诈骗，然后呢他过了几天之后呢，他要就是一个有三两天的一个流程吧，审核之后他就帮我去追损嘛，追损了1次、2次、3次，他就追损失败了。由于林先生的投诉举报，该商家已经被封禁下架。平台提供的商家认证信息之中，注册信息是64岁的老人，相关联系电话亦都已经停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林先生在商家被封禁之前曾经写了评论，还因此找到有同样遭遇的其他的消费者，他们都是被同一家店铺虚假发货之后自动确认收货，损失金额在2000元到10000元不等。随后记者联系闲鱼交易平台相关专员回电表示，平台会积极跟进协助追损。您所说的这位用户的话呢，他遭受欺诈，在平台对对方举报成立过后的话，平台这边会安排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外呼对方，就是帮助他追回这个钱款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结果的话呢，他是无法100%的保证的，因为咱们平台这边他毕竟不是执法机构，是无法强制对方还款。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对方拒绝配合同意，这边的话呢，也是会对对方的一个账户做出相关的管控措施的。有律师认为，消费者当发现商家虚假发货时候，就应该及时申请退款，切勿轻信商家所谓的尽快发货。他没有做一个担保的责任，他只是说提供一个平台给双方去交易，然后他有一个确认收货才会把钱打过去的这个一个权限。广东台记者王海报道。另一方面平台卸博呢啲梗噶啦，另外一方面多多少少多多少少呢啲二手商品嘅交易其實大多數啲金額唔係好大，所以好多時候又唔可以構成詐騙，咁即係屬於民事糾紛，所以好多消費者出咗事只能夠通過起訴嚟維權，但下下起訴好嘥時間噶嘛，即係對於單個消費者嚟講咧，這個維權成本實在太高嚇。有东莞常平镇司马村的街坊同我哋报料就话，佢屋企附近有一个烧烤档啊，夜晚黑啦，仲有人大声咁唱歌，即系嗰啲广场 KTV 咁样啊，好大声，搞到附近嗰啲居民都冇觉好瞓。嗱，嗰啲情况我哋嘅记者去现场睇过嘅。拍摄者介绍话，呢一段视频系喺前晚12点左右拍摄噶，喺东莞常平镇司马市场一间烧烤店里边，可以清晰咁听到人喺度大声 K 歌。可能系出边啲人喺度食嘢，然之后又点歌，我啲机器俾佢点歌嘛，好大声咁唱咯。然之后咧，如果佢系真系有客人，好似琴晚咁咧，佢就会唱到好硬好硬，而且好大声啊嘛。居民话呢一种情况已经持续咗几个月啦，有阵时甚至唱到深夜2-3点，居民嘅生活大受影响。即系佢可以唱，但系唔好咁唱到咁夜，系咪先？我知道做生意都系要做嘅，但系佢可唔可以11点之前嘅收工呢？因为我哋唔单止大人要翻工，同埋周围啲细路仔咧，肯定要翻学噶嘛，系咪？我嘅身处嘅位置咧，就喺常平镇司马村入边噶。咁喺我前方唔到几十米嘅位置咧，就系呢个司马村嘅住宅区嚟噶。咁喺我身后嘅呢个地方啦，咁就系呢个烧烤店。咁我哋见到啊，呢个住宅区同埋呢个烧烤店嘅直线距离其实有成200米咁远噶。咁但系咧，去到夜晚嘅时候啊，住喺呢边嘅居民仍然可以好清晰咁样听到呢一个唱 K 嘅声音。咁可想而知啊，佢发出嘅一个噪音系有几咁大嘅。记者电话联系到烧烤店嘅负责人，对方表示前晚确实有客人喺度唱歌，平时经营嘅时候亦都会播放音乐嚟营造气氛，接落嚟会注意控制音量，尤其系晚黑10点过后，会尽量减少对附近居民嘅干扰。那天喝酒了，是不是？但是我别人喝酒了，我们去组织的话，别人也不听，是不是？我们就是没办法了，然后到12点多了，我看那个样子也差不多，然后就直接把那个音响把它收进去了。对，直接给他们带来那个影响，确实也不好意思。记者从常平镇司马村委会了解到，他们之前亦都收到过噪音投诉，但都是投诉附近其他音乐餐吧。关于这间烧烤店的噪音投诉还是第一次收到，接下来他们会对涉事商铺进行警告，并且晚黑开展巡逻检查。广东台记者翁希扬东莞报道。继续来关注广州芳村花鸟鱼虫新世界火烛的最新进展。昨天我们的报道当中都提到，那里的水族馆都是受到影响，出现了停电的情况，不少档主要摸住黑来到抢救物品。今天现场情况怎样呢？对商户的后续经营问题又怎样去解决呢？我们的记者李艳彤去看过。
今次火灾事故最为严重的区域是白艺城工艺品 AB 区。记者今日见到现场仍然未解封，不少档主在围蔽区外边，透过细小的缝隙或者站在高位，好焦急地看看内部的情况。其实现在很着急，不知道里面到底什么情况。我们有陶瓷，我也想说，假如能够抢救的，就抢救一下嘛，是不是？不少档主今日都收到通知，市场方将为受灾商户在 F 馆提供场地，免除一年租金以及三个月的管理费用，并尽快恢复经营，同商户共渡难关。通知现在就是说，他会把 F 区这边重新装修一下给我们用咯。之前他有做红木的，但是有一些档口他没有完全装修好，现在就说装修过来给我们用，然后商场那边也叫我们损失的报了一个价上去。随后记者来到白艺城的水族馆，门口有安保人员进行看守，目前只是允许档主出入。如果相對水族魚呢板塊嘅話咧，佢影響係比較大嘅。畢竟魚嘅話，按照呢度嘅密度嚟講嘅話，半個鐘嘅電力供給唔夠嘅話，佢斷氧嘅情況底下咧，佢損失係無可幸免嘅。水族館檔主話：今日已經恢復供電，啲店主都希望盡快翻到正常軌道，努力減少損失。今天早上才恢復這個供電，水的話就是一直是有的。像给鱼缸啊，换一下水啊，这些鱼打供一下氧之类的。而在水族馆通往工艺品 AB 馆的通道，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入面一片黑蒙蒙，有着住消防标志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做检查。主要是检查系统、哪些系统呢？我们是做消防那个系统，供水那个，消防供水那个系统。荔湾区海龙街道办表示，截至到4月10号，白艺城的 DE 馆已经全部恢复供电， CF 馆部分店铺恢复供电，而周边道路譬如花博大道、高岗路、市场南路都已经恢复通车。目前有关部门正揸紧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广东台记者李彦彤报道。市場方啦，免除租金同埋管理費係都係一種積極嘅態度，只不過咧，即係唔少商户嘅損失咧，確實好慘重，咁冇計啦。嗱，事到如今啊，唯有共度時間啦，係咪？嗱，喺之前嘅採訪當中，好多商户都話一把火幾乎將佢哋成副身家全部燒清光啊！嚇，認真陰公，例如嚟自肇慶嘅啊李姓嘅幾位兄弟嚇，幾兄弟嚟嘅，就話喺呢度咧經營呢個根雕嘅精品店。咁一場火之後咧，佢哋幾兄弟話咧，個個嘅損失啦都超過100万嘅。咁將來佢哋有咩打算呢？馬上睇睇。他3点多打電話給我，我醒了之後，我看他發了個視頻給我看，我才發現這邊着火了。當時整個人都麻了，一點知覺都沒有。29岁的李定次在广州白艺城经营一家根雕精品店，铺头的面积大约40平方米，主要销售红木、黄花梨等价值比较高的根雕艺术品。收到消息之后，他即刻赶到现场，起火点离他铺头并不远。李定次说，当时他铺头入面的商品总价值超过100万。是，还是想自己亲自进去看一下，让自己的心都死了。等于十几年我砸下来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这个店其实等于是我另外一个孩子。同李定次一起在这里打拼的还有他的哥哥和两位堂兄弟。2020年，由于花地湾场地的变迁，他们都搬到了白艺城，经过4年的努力经营，才刚刚企稳脚跟。如果你重新拿个铺，基本上真的没钱赚，是这样熬的。如果我哋遠離未燒的情況下捱下咧，即係啲貨賣下咧，我都係有啲錢周轉。但如果你話自己又重新再貸款攞錢再嚟攞貨嘅話，好難維持得到嘅。而且佢哋嘅4家檔口都係夫妻檔，全家嘅收入都係依賴呢啲店鋪。心好痛，一下子就講：哎呀，以後點算啊？發生咁大件事。我哋主要都系靠呢度揾食嘅。最心酸系我大佬，因为佢真正嚟讲系
佢真正係講從無到有一路咁行上嚟嘅，從一開始喺花地灣嗰邊地鐵口擺地攤，再到有自己嘅檔口，佢揾好檔口之後叫我哋去做啊。李定次話：希望政府或者係市場能夠盡快俾一個方案，幫大家渡過難關。廣東台記者林志欣報導。欢迎回来跟大家看看网民。我们都有个共识，就是那些高层住宅对于儿童安全的保护设施一定要做到足，因为一旦发生意外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是啊，昨天江苏南京就有一个4岁的僆仔由14楼跌下来不幸身亡。昨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一个4岁的男童不慎从14楼坠楼身亡。小区居民和物业表示，男童是由嫲嫲看管，朝早嫲嫲上楼顶晒被，男童找不到嫲嫲就独自出门，结果不慎坠楼。小孩子不能出来的呢，怕的。奶奶上楼晒被子去了。小孩跑出来了，小孩开了门之后，然后再电梯走。走啊，在这爬出来了。那小孩从那楼上摔下来了，14楼，男孩。怎么回事呢？奶奶从6点钟去上被子，楼上晒被子，他奶奶晒了被子回来找不到小孩了，他找不到他奶奶了，他回来他找不到奶奶，他怕的。前日在山西省太原市，网传有对夫妇吵架，说吵到火遮眼，竟然从5楼那里不停地扔东西落街，当中还包括了一把菜刀。但事后有媒体就说扔东西的老公是旧病发作，控制不到自己。马上看看。本月9号，有山西太原市民在屋企拍摄到对面居民楼有一个男人从5楼的窗口向下边掟物品，热水壶、砧板、菜刀的物品都有，还揼烂了楼下多部汽车。正好在那吃饭了，就正好我家对面嘛，楼一片噼里啪啦的，我以为是拆迁了，过去一看，窗户也被他砸烂了，下面没有人，是把家车全砸了，有个车被他停着了，把前挡风玻璃全砸了。110和119都去了，对，被带走了。我听我姐说，经常就吵起来了，也是。你怎么不没他往下扔菜刀了还？有媒体报道之中提到，涉事丈夫疑似疾病发作，警察赶到之后将其带走。近日有湖北省武汉市的这个市民在道路上拍到一架小车在驾驶位那里竟然有一只狗狗。狗仔开车上路真的很神奇，这件事都是惊动了当地的交警。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举报，说在湖北武汉街头出现了小狗开车，一只白色的狗仔出现在一辆行驶之中的汽车的驾驶座位上。视频发布之后，湖北武汉交警迅速行动，很快就锁定了涉事的粉红色特斯拉小轿车，并依法传唤了车主。经调查取证，武汉交警依法对涉事车主驾车的时候有其他妨碍安全行驶行为的事实，处罚款200元，扣3分的处罚。今日是第28个世界帕金森病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威胁着中老年人健康的第三杀手。虽然目前帕金森病依然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只要是遵循医嘱配合用药治疗，以及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一样会有比较好的生活质量的。是啊，例如某名的王伯患病6年到现在仍然每日坚持打波和运动的，他究竟有什么秘诀呢？马上看看。帕金森病又称之为阵战麻痹，是一种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好发于中老年人群，而且大多数和遗传因素有关。我们的患者呢，如果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一些轻微的一些震颤、运动的迟缓，还有就是睡眠行为的一些异常，这些情况下呢，还是要及时去咨询医生。如果一旦说出现肢体的抖动，这些行动迟缓、肌肉僵直这些运动症状的话，建议及时去就诊。
住喺茂名嘅王伯今年65岁，六年前佢突然间出现晚黑入睡难、犯躁、左侧小腿不自主抖动嘅现象，辗转茂名、广州多间医院，最终被确诊为帕金森病。有一边叫佢讲，以为系乜嘢嚟噶？佢讲老婆老婆，你叫你睇咧，我个脚做咩？点样咁进噶？我觉得哇咁犀利噶！一句讲就系帕金森，我连听都唔听过，我连听都唔听过呢种病。确诊之后，王伯遵医嘱服药治疗。呢几年佢嘅工作生活几乎冇大问题，平时仲经常唱下歌、打下篮球、爬下山。早上六点钟起床，去跑步打球一个钟，翻来就只食到饭食啦，饭食一晏昼就睇人哋捉棋啊。医生话，帕金森病人大约有10%会出现抑郁、焦虑嘅情绪，建议患者同家属喺生活起居方面要非常注意，譬如话交流嘅时候语速要慢，避免急躁。鼓励患者多啲做一啲自己力所能及嘅事情，每日坚持一定量嘅锻炼，譬如话打太极、八段锦，保持乐观开朗嘅心态，呢啲都会带嚟积极嘅效果。我们现在就是主张要去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包括了药物治疗，包括康复治疗，还有一些生活方式运动这样的一些作为一个基础的一个保证。那么如果是到了疾病的晚期、中晚期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手术的治疗的方法。医生介绍话，中老年人避免接触有害物质，譬如话农药、重金属等，预防创伤性脑外伤，注意均衡饮食，适度饮用绿茶或者咖啡，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等，都可以帮助降低帕金森病的发病风险。广东台记者陈宇明报道。最近在广州荔湾区一个地下商场，因为新旧物业交接问题发生了冲突，一方持灭火器向另一方不停地喷射干粉，而且还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双方到底谁是谁非，而这场闹剧最终又怎样收场呢？眼前的这一幕发生在4月9号的康皇帕德莱商业城负一楼。视频中可以看到两班人将灭火器当成了武器，在商场过道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前天一整天就从早上我们商场10点钟开门之后到晚上11点，负责人大概有50多人，负一层大概50多人的样子。没有穿制服，有带一个工牌。监控中心和走廊之间是有还有一栋防火门的，然后他们就堵在防火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去，他就拿灭火器喷我们走。据了解，视频中的两班人分别是属于恒天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州保利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两个新老物业因为交接的问题发生了冲突，而今次的闹剧就是为了争夺位于过道旁边的监控室。他们是把我们门锁破坏，然后拿着消防器材对这个路往里喷了，喷了导致我们的设置设备这是全部是粉尘，这个昨天的粉尘都跟下雪一样白白的一层。监控视频中显示，滚滚而来的白色粉末顺着地下商场的过道蔓延到两边的店内。今日上午，记者来到康皇帕德莱商业城，发现监控室、过道两边和几间店内部还有未来得及清扫干净的粉尘。有，我昨天我起码我抹地都抹了7-8次的呢，然后现在是有影响，因为我刚好就有顾客在那里都已经呛到的了。很难受的，如果待的时间长会头会有点晕的，顾客说可不可以做到一半就不做了那种，所以说我们就是前天所有店就是那些门都关的。记者从恒天安物业工作人员的口中了解到，他们从2023年6月1号开始接管康皇帕德莱商业城的物业服务，但是在2023年12月却接到通知要被新的物业广州保利城物业管理接管。他们认为这样的改动并不合规。十二月那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多次尝试，第一联系保利城，第二让街道去开协调会去沟通，三方沟通这个事情，街道也都不愿意组织，就不组织不管，
我们跟街道室现在正在打官司，打行政官司的。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负一楼的保利物业康皇城服务中心了解情况，但是对于前日的冲突，保利城物业工作人员却都表示不知情。不知道当时不知道。就是前天你们有人在这边喷灭火器那些，你们不了解吗？对对对，不知道。那那些喷灭火器的是你们的人吗？不是。那些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你们昨天这个我不清楚。事后，斗花双方人员被带离现场。金发街道办事处今日回应记者话，经过证实，恒添安物业之前由康皇城大业主新华康公司的小股东引进，并未取得新华康公司的正式授权，且部分小业主明确反对恒添安公司的管理。目前保利城物业通过正常程序已经进驻康皇城，但并未实质开展物管服务。恒添安物业仲未完全退出，经过调处，康皇地下城相关设备场所、新旧物业双方不得擅自加锁、破锁破门，高压电防锁匙交由现场值守民警保管。街道下一步将加快组织康皇城业主召开业主代表大会，对正式物业管理公司进行表决。广东台报道。茂名高州市被誉为中国荔枝之乡，当地人因荔而兴，因荔而富。近年来，茂名高州市大力做好荔枝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民旅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富民兴村路。这里是茂名高州市的柏桥村，当地的人世代种植荔枝，正值四月好春光，村民张伯一大早就已经来到荔枝园里面开始忙碌了。段时间打好那个农药就管理就行了，现在不是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我看到我们的一些小花和小果都已经结出来了。对啊，好像这空这块很快了啊，估计一个半月荔枝就可以收成了。现在现在每天都天天都看他长大了。现在今年65岁的张伯种荔枝近30年，是当地一位致富带头人。今年他又多了一项新工作。慕名来的外地的游客很多人来这里，人气又旺了嘛，多了人。我们搞民宿，现在搞民宿，我去第一家，白蕉是第一家的民宿，开张的就有十来个外地的这浙江来的人呐，这自驾游来这里住，开张第一天基本住满了。张伯的民宿是用自己的旧楼改建的，这些因为荔枝致富而建起来的楼房，被当地的村民亲切地称之为荔枝楼。张伯的荔枝楼已经变身为一栋3层岭南风格的院落，白墙黑瓦，古色古香。就现在啊，我这个荔枝，光荔枝我差不多将近20万，加起来我一年的40来万吧。这民宿的自己增加收入，还有那个周边的可以帮着提高就业吧，也肯定有兴趣以后更好的搞好这个民宿。周边的村民都纷纷来取经，第二间、第三间民宿亦都陆续开始筹备。为此，2023年12月，柏桥村引入了专门的团队，为村入边的民宿把关。我们会对他们的民宿一个整体的设计进行改造，然后对他们的一个服务呢，也会有一个提升。对于客流量来说，我们也会有多种的渠道去帮助我们民宿老板去引流。我们村民呢也是非常有信心，现在的话已经有一项加入的是有4-5家的了。据统计，柏桥村年吸引游客200多万人次，一栋栋焕然一新的荔枝楼将为游客带来更多的新体验。荔枝楼变新民宿，荔枝啊带动大家增收致富了，然后村容村貌也要更加美丽。广东台湛江记者站报道。在节目的最后，一起去到山东看一些靓花。听晚再见，拜拜。